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做圣诞节手工。老师有准备这一包，里面倒出来。你们要准备颜色笔，黑色的跟浆糊。来，我们现在来涂黑色它的嘴巴。来，我们来贴它的眼睛，也是浆糊。接下来我们来贴壁纸，接下来我们来绑它的围巾，一个结，过后再打一个结，打成一个。不会的话叫爸爸妈妈帮忙哦。接下来贴上这里，当做雪人的纽扣。接下来我们来贴反过来雪人的后面浆糊，这个雪棒贴上去就完成啦。有明白吗？这个可以当做你们的书签用哦。好，拜拜。